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八面第一行，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啊，这个经文很好找啊，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我们这一部经呢，在这边断断续续的续讲啊，不能够一气呵成，离开的时间久了，上一次讲到什么地方我也忘掉了，想大概呀，可能这一段呢已经说过啊，虽说过再重复一遍也不为过啊，因为我知道啊，今天有许多新来的同学啊，还没有听过的，所以这是一品经的开端啊。在这一品经里面，这一品是一个大段。它里面呢有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说明十方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对西方净土的赞叹，足以启发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向往的信心愿心。第二段呢，说明诸佛赞叹的甚深意趣啊。第三段最后一段是一念净心，功德不可思议啊。学佛特别是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古大德都说是易行道。所谓易行道是比较说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比较呢，这个法门是最容易修学的。可是我们也不能把它看到太容易了啊，看太容易啊，往往自己就误事啊。怎样才能够往生啊？实在讲，一切众生，我们通常讲包括九法界啊。九法界的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最幸运的是遇到大乘佛法，遇到无量寿经这个念佛法门，无比的稀有啊！啊，为什么呢？唯有这个法门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真正要做到圆满成就了，那你对于内宗的这个净宗的内涵不能不知道啊。这部经讲得非常详细啊，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
我读了之后，深深体会，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是凡人。黄念老的师父就是夏莲居居士，夏老为我们汇集这个经本，他的学生亲自听他老人家讲过好几遍，那么给这部经做了一个注解，尤其是引经据典的，内容非常丰富，实实在在讲呢，不亚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义，实在是稀有难逢啊！开经偈上讲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有幸遇到了那么在这一生当中，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是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大事决定要求生净土那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永远摆脱了机会就在现前，一定要抓住现在我们看经文这个复次，这是前面说的很多了，另一个大段落的开始经文上往往用复次来提醒我们。那么叫着阿难，阿难尊者是这个法会的当机众，实在讲呢，他是我们的代表。叫着阿难呢，就是叫着我们自己的名字凡是叫到名字，下面呢一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就提醒我们。这一段是讲十方佛赞东方恒河沙数，这东方呢，首先说东方用我们世俗间一般呢讲方位，总是讲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所以随顺呢世俗用这样的顺序东方世界有多少呢？无量无边恒河沙是个比喻恒河沙数是个比喻，一粒沙是一个世界。诸位想想，那恒河沙有多少？佛在此地用这个来做比喻，而实际上比恒河沙不晓得要超过多少倍。真正讲是无数无尽，无量无边这讲世界所以这佛法里面讲的宇宙真正说是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能说得出佛为我们说出的都是有量的所以我们要能够从佛的言教细心去体会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夜夜界中这个界是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讲的大千世界，不是讲我们这个地球经上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这是前面都跟诸位介绍过了夜夜界中，
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在现前这个阶段，名称叫娑婆世界，啊，诸位要知道，这是现在这个阶段，啊，就好比我们的世间，啊，现在这个阶段称什么呢？21世纪，啊，21世纪里面呢，哦，有恒河沙数诸佛，那过去有20世纪，有19世纪，有18世纪。未来还有22世纪、23世纪，诸位要懂得这个。啊，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这个阶段叫做娑婆世界。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这一个阶段里面啊，这个阶段里面的是第四尊佛。啊，第四尊佛。那么佛给我们说，这个阶段里头有1000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那么将来呢？啊，释迦牟尼佛法运终了的时候，啊，佛都有法运呐。啊，下面一尊佛呢，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再降生到这个世界，示现成佛，这个是娑婆世界衔接里面的第五尊佛。啊，那么像这些，诸位从我这个比喻，啊，实处啊，你细心去体会。这么多诸佛如来，啊，这不是一尊佛说的了，一切诸佛异口同音呐，过除广场舍相，广场舍是诸佛如来为我们所示现的32相之一。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一个人三世不妄语。啊，如果我们过去生、再过去生、再过去生，三世都没有一句妄语啊，你这个舌给别人就不一样了，你这个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鼻子。三世不妄语，释迦牟尼佛的舌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佛这种表演呢，当年在世降服很多外道。啊，32相是果啊，每一个相好都有业因呐、啊。广场舌相是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是这个口业圆满果报啊，证明是佛说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假话啊，才能得这个相啊。啊，那些六四外道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佛说你们舌头撑出来看看能不能像我这样把脸开住，大家没话说了。啊，所以我们从佛的相好啊，你就要知道相好是果，果是因修成啊，果必有因。这样的示现呢，也是启示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自己的相好啊，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啊，一般人哪一个不求自己相好
相好是属于福报啊，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希望自己永远不老，希望自己聪明智慧，希望自己有很大的财富，这些东西我们祈求能不能得到呢？给诸位说，你有没有听说啊？佛门常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我可以跟大家做证明。我学佛53年。我讲经讲了46年。跟诸位现身作证，这句话是真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是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我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命不好啊，非常困苦啊，而且呢人也很淡薄啊，就一般人讲短命相啊。我相信可是学佛之后我没求我也没有求富贵，也没有求聪明智慧，也没有求健康长寿可是依照佛所教导我们呢，认真努力去修行果报自自然然现前。那么这个就是老师教导我的，经典里面所说的不是假话。我们应当要相信，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一样求不到连这个寿命都能够求，何况其他的？最难的事情的。可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在这一生当中求生净土，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许许多多这个应验，那么我们对于求生净土就充满了信心我在这部经上常常劝勉大家，这一次我们来学习这部经呢，在我来说呢，这是第11遍过去我讲过10遍，但是讲的没这么详细都受时间限制，这一次我们不受时间限制，慢慢讲我曾经多次的告诉同学们，往生你要真正有把握你必须把无量寿经认真努力的去读诵学习学习就是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经典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如果你能够100%地做到了那你这个经就是保证书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上辈上生底下这一章就要讲到3辈9品了如果100%做不到，我能做到90%也不错了。90%上品中生，做到80%呢上品下生，那么这样子这个差距一直落下来，落到最低下品下生要做到20%
两成都做不到啊，往生就没希望了，没把握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经不可以不读。啊，不可以不依照经论教诲修行。在小本《弥陀经》呢，诸位常常读诵的，《弥陀经》上也是这么说：“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舍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我们知道古大德了，给我们说，《弥陀经》是小本，《无量寿经》是大本，还有更大的本，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前清乾隆时候，彭继清居士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这话说得好啊，说得非常有道理啊！为什么呢？华严经到幕后，真正圆满成就，是要靠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所以古大德说华严发华了，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如果我们把这个经的三分来做比喻呢，那是华严发华了，是序分；无量寿经呢？是正宗分，阿弥陀经呢是流通分。你这样看起来呀，这个三经呢是一部经啊。啊，说的最详细的是华严。啊，那么由此可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纲要，就好像大般若经啊，我们六百卷大般若经。大般若经的纲要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一卷的，啊，纲要里面的纲要《般若心经》的，啊，所以《心经》展开就是《金刚经》，《金刚经》展开就是六百卷大般若，一二三，三二一，啊，那么我们净土这三部经呢，也不例外。无量寿经细说啊，这个弥陀经细说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细说就是华严经啊。所以学净土的同学，如果你还有时间啊，那你不能不学华严。你学华严，对净土才认识透彻啊，才真正理解。你修学这个法门，生欢喜心啊！啊，这个大乘经教常讲啊，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这个在佛家称为法味呀，啊，世味没有法味浓啊，啊，你才真正体会到。才真正能其如啊，而得到殊无比殊胜的利益。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啊，那就好好的学无量寿经啊。那么到底下这个粮品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给我们讲的三杯往生，往生正印啊，这个两篇经文呢，是教给我们怎么去法了啊。前面一直是介绍西方世界一真庄严，把那边的环境啊给我们说明了。这一篇经是劝我们要相信啊，十方诸佛赞叹。通通都用最殊胜的这个舌相，广长舌相啊！世尊教化众生的时候，表现的时候，舌相只盖到面孔啊，这个还得了？这个盖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也许我们要问，这佛的广长舌相盖三千大千世界，怎么我们没看见呢？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他那个舌相太薄了，你们能体会到？太薄了，啊，薄到我们无法想象，透明的。而且是没有障碍的，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人看不到他，听不到他，也接触不到他。到什么时候你才能看见？如果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看见了。为什么？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的眼跟佛的眼一样，无眼圆明，你就看到了，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话它不是假设，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诸佛如来的化身，遍满虚空法界，啊，舌相当然遍满虚空法界。啊，只是我们无法接触到，啊，所以这是无比殊胜的现象。啊，古人讲啊，这经借在后头说，触广长舌相，放无量光啊。古人说得好。舌相啊，就是光明，光明就是舌相。放无量光，现在科学家知道，光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也很复杂。啊，波长不相同，我们的肉眼呢，实在讲很可怜。在许许多多光波当中，我们只能看到这一个波段，啊，比这个波段长的看不到，比这个波段短的也看不到，啊，科学家虽然发明了很多机械来帮助我们，啊，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像紫外线、X 光。啊，这些东西呢，能够看到几种，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事实上，在理论上，这个比我们肉眼所见的这个波长的长波或者是短波，都是没有限量的，啊，都是无限量的，啊，古德用这个好。这个来说明好啊，无限量的光波就是佛的无量光，就是佛的广长舌。这个解释好啊，
确确实实说诚实言。啊，这个诚实言不是讲别的，是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一句话的内涵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直接指的是这个。如果广义，那就是世尊当年出世在我们这个世界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是无量光，都是诚实言呐。啊，为正方知啊！你要不其如，你要不能够证实，你不会知道。啊，佛为这个世界所说的，那就是针对这个世界上人的根性程度而言。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是一个星球啊，3000大千世界啊。在从前，我们总以为这3000大千世界大概是像现在科学家讲的银河系，那银河系很大了。啊，这银河系里头也以这个多少亿的这个星球啊，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哪个星球我们不知道啊。啊，他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入半涅槃呢，那个地球上太出现了。啊，他有无量无边的化身。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所以说没有生死，只有影现。啊，什么时候出现呢？有缘就出现了。没有缘呢就不见了。有缘他就来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佛如是，菩萨如是，我们每个人也如是啊。啊，你怎么到这个世界来出现呢？你不是神通，你不是道力，你是业力来的。你跟这个世界众生有缘，有共业，哎，这个时段呢，你就出现了。啊，如果缘尽了，共业没有了，你也就没有了。啊，没有了，绝对不是死啊！这佛家里头没有生死啊，啊，只有什么生的生灭啊？这个生灭了，那一个生又生了啊！这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六道轮回啊，你出不了六道，就麻烦在这个地方了啊！你学了佛了，你就有超越六道的机会了。啊，超越六道是大好事情啊！啊，特别是从净宗这个法门，古大德讲啊，万修万人去啊！啊，这句话是善导大师说的。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的话啊，那怎么会错呢？念佛不能往生，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自己不懂这个道理，不如理不如法啊，盲修瞎练呢，这样子错过了这一生，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我们遇到这部经啊，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太不容易了，这个缘是无比的殊胜。那么如理如法了，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得往生啊。往生是身有生灭，灵性没有生灭啊。真正有智慧的人，聪明人啊，在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大乘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够放在心上，要完全放下，着重在灵性的开发，灵性的提升，那你就对了，你这一生没有白来了。那怎么样提升？这就要依靠经论的教诲，依照经论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言行。我们要以佛陀为榜样，以佛陀为标准，这就对了。那么修这个往生净土的人，无量寿经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依照这个经典来修学，就决定不错了。所以这个，这个无量光诚实言呢，这是确确实实一点都不错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社会动乱不安的现象，生活很痛苦啊，无论在物质在精神上非常痛苦，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诸位同学大概有不少都知道禅宗六祖慧能呢，有一个风动幡动的故事。印宗法师讲《涅槃经》，下面有两个人坐在后面，两个人就发生争论。你看他不好好的听经，他们两个人在吵架。一个人看到外面那个幡，风吹的幡在动。一个人是幡动，那个不是风动，这个是幡动，两个人争论不休。这个幡子动乱了，慧能大师看到这个现象，告诉他：这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你们能不能听懂我说这话的意思？社会有没有动呢？没有。是你的心在动，所以这社会在动乱。你的心要不动了，这个社会太平无事啊，没事啊。谁说是动乱了？一个道理啊。你能把这个一些故事参透了，这个社会是安静的。所以，诸佛如来应化在九法界，无论是逆境顺境啊，通通是寂灭相什么原因？他心不动证明了佛在经上常讲的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话能得到证明啊！你心清净，这个世界是清净；你心乱，这个世界是乱的。你心里面充满了虚幻，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你心里充满了真实，这个世界就叫一真法界。
千变万化了，从哪里化？是你自己念头升起变化，啊，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干了。你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跟我们在一起，人家住净土，人家住一真法界，我们住娑婆世界，住在这个动乱不安的。这个实地之间，啊，苦不堪言。去学佛没有别的，至少你要学到能转境界。楞严经上所讲的，若能转无，则同如来。那转无就是你能转境界。啊，无论是逆境、顺境、善缘、恶缘，在你心目当中是平等的。啊，你在这个境界里头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这个境界就平了。如果你再能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恭喜你了，你已经入一真法界了。你跟诸佛如来同一个境界了，啊，功夫要从这个地方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我是这两年啊参加这个学校，啊，跟联合国的这些和平活动，啊，我就很感叹了。大家的念头搞错了，方向搞错了。啊，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有分别心，我们有执着心。啊，只要有分别有执着，这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啊，为什么呢？分别执着是制造对立，制造矛盾。制造误会，那还有那怎么可能有太平日子？啊，那怎么办呢？佛教导我们这个方法最好了。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一切境界里的不分别不执着，至少要做到这两样。不分别不执着是在哪里呢？是在四圣法界，超越六道了。啊，四圣法界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是这个境界，虽然达不到佛的境界，那已经比这个世间人呢，六道众生高明太多了。啊，这是我们在大乘经教这么多年的讯息，我们清楚啊。只要于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执着，你就超越六道；不分别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啊，为什么要起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过失不在外面，外面没有过失，外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没有过失啊！正是藕益大师在《临风宗论》里面所讲的“净缘无好丑”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头没有好坏。啊，为什么没有好坏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哪里有好坏呢？啊，那好丑在哪？好丑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法界是一真。啊，起心动念呢，分别执着，这个法界就变成六道轮回，就变成娑婆。啊，那么再说，自性本来是不动的。啊，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自信从来没动过。那这个动摇的是什么？动摇是妄心呐。啊，你看《法相宗》里面给我们讲的，动摇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这个东西在动啊。这个东西啊，真心本性里头本来没有的。
我们要明了，本来没有。啊，所以它不是真的。你不去理它，它就没有了。哎，你常常照顾它，它就很活跃，那它就起作用。啊，这个道理啊，总要懂，总要把它参透，我们才真正的会觉悟到。啊，然后你读这个《放无量光说尘世言》，你才真正懂得。啊，佛在这两句话怎么讲都讲不清楚啊。啊，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不但是这部经典，你会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典，嘿，不但释迦牟尼佛说的，我现在因为常常跟许多宗教往来。啊，所以我要读其他宗教经典。我读了之后啊，发现的是每个宗教啊，都是放无量光，都是说尘世言，都是在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妙极了。啊，我今天要来讲《古兰经》跟讲《华严经》没两样。啊，我讲基督教的新旧约也跟《华严经》没两样，非常有味道啊！啊，他看不懂，我看得懂啊！啊，确确实实，字字句句里都含无量意啊，所以我们的心态，这是个关键。啊，学习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切宗教的这些神圣，都是毗卢遮那如来的化身。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毗卢遮那如来啊，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的化身，阿弥陀佛也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啊，耶稣、摩西、穆罕默德，哪一个不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呢？啊，再跟诸位说一句真话，在座的你们诸位全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啊，只是你自己完全不知道，跟你讲你还不承认，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希望大家认真努力学习，慢慢的切入。啊，切入之后，你就通达明了了。那么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精深玄妙。这里面我们要学的啊，就是现前我们学了要怎样用，怎样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上啊，我们也来学广常识。这个广常识相啊，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影响，我说出来的话影响的面有多大，影响的时间有多长，你们想想这是不是广常识？一点都不错啊。这是什么？这是自信本具的德能。佛有，我们也有。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只是我们是个迷惑颠倒的佛，我们是个糊涂佛，迷失了自信嘛，所以做错事嘛。
你如果是觉悟了的，你决定没有妄语，决定没有两识，决定没有恶口，没有气。觉悟的人决定没有，明了的人的时候，把这个性德丧失掉。对一切众生是妄语，说假话，两识挑拨是非，有意无意呀，说人长短，批评别人，恶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总是做的损人利己。这是迷失自信，迷失自信，这佛经上讲可怜明者，可怜明者这句话在经上常常看到，是对迷失自信人说的。所以你如果是不迷，你的性德自然流露。性德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是性德了，自性本来有的，并没有失掉，就是好像人在清醒的时候他明白，喝醉酒了他就胡说八道了，我们这批人就是喝醉酒的福醉福迷福跟诸佛如来真的没有两样。现在就你什么时候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之后，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你看永嘉大师正道歌上面说得很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他境。我们现在在迷，在梦中。梦我们知道是虚妄的，所以梦中的境界，你还会去想它吗？你还会去分别执着？不会了。为什么呢？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知道六道是个梦，十法界是个梦，所以在六道十法界里的时候，绝对不会把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你的心才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才把这个里面一切状况，所以诸法实相啊，看得透彻，看得明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首先要懂得我们的言语，这是说一个口业，它的影响的面。影响时间。那么从这一句啊，我们还要能体会到余业如是，深业意业呢，亦复如是啊。意业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深业是我们的动作造作，口放光，身放不放，放不放光，意放不放光，通通放光啊，无量光啊。这些事情明了之后了，我们的光明要善，纯净纯善，这是我们最近这个两三年呢提出来的。十几年前我们提出修行的要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起心动念一定要跟这十个字相应，那我们的这个意业的无量光、无量寿啊，就跟诸佛如来相同。我们的深业不杀生，
不偷盗，不淫欲。我们跟诸佛菩萨身业相同，口业相同，身语意三业相同啊，我们跟诸佛如来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念佛往生，哪有不生的道理啊？这往生就真有把握啊！你就充满了信心啊，你一丝毫都不怀疑啊。所以誓愿，这个世间无论大事小事，善事恶事，一笑了之，绝不可以放在心上。自己永远生活在真诚清净的环境里头，纯净纯善你说你活得多么自在，多么快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的，这样的人当然健康长寿，百病不生的。这个我讲经的时候讲过很多次了，人会生病，他有个病根，那根是什么呢？根是贪嗔痴。佛经上讲的贪嗔痴叫三毒烦恼病毒你里头有这个病毒。外面才会常常有感染。你里头把这个病毒贪嗔痴拔掉了，不生病了，人就不会生病了。诸佛如来不生病，法身菩萨不生病。什么原因？他没有病毒。连根拔除了。那么他们硬化到世间来，有的时候要生病给你看看。是现在装病，他不是真的生病。维摩居士生病了，大家去看病，什么用生病了，把大家召集起来听他讲经说法，他不是真的生病。我们到今天把这个道理啊，这里头的奥秘啊，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在这个经历的诚实言重要。不但学佛，世间法里面，在古时候读孔子书的，这是讲世间法。最重视诚信在历史上我们读到司马光司马光的成就，他自己说一生没有不可告人言的，心地光明磊落，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不可以告人的不是好事情，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真诚无欺，他做到了。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从不妄语时，这是你真正做功夫。妄语罪很重重在哪里？不是欺骗别人，欺骗别人没什么大罪，欺骗自己，自欺欺人呢，自欺最重这个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你说伤害什么？覆盖品德覆盖智慧，你不会开智慧，你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不会现前这个东西把它盖覆住了，使我无力把自信的相好光明
智慧德能呢，统统障碍住了。啊，给诸位说，只是障碍，并没有失掉。啊，什么时候你这个障碍去掉了，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啊，它就现前了。华严经上说得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看，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是世尊为我们说的呀。那由此可知，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我们自性里面的这个德能统统现前了。啊，那是本有的。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说得好：“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不觉就是迷惑，迷惑本来无啊。本来无，哪有断不了的道理？只是习气太深了，好像很不容易断，但是一生肯定能断得了。啊，佛在经上常讲啊，凡夫修行成佛要经无量劫，经这个三大僧祇劫。啊，这个话是方便说，是随顺众生说，众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太难，所以这样说法。如果你要是能真正下决心，啊，把这个烦恼习气断掉，一生成就啊。华严经上善财童子给我们实现的一生成就，法华经上龙女给我们实现的一生成就。啊，那是什么呢？真正下定决心克服自己烦恼习气。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波望语开始。啊，你就说说成谁，你就从这句做起。啊，果然这句做到了，就是语业清净。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你就在这上做功夫。啊，你就花个3年、5年，甚至10年，都不算长。啊，为什么呢？这个功夫成功之后啊，那个身业意业转就好快。你在口业上花10年，你将来在身业意业上就2-3年就成功，你就能起入境界。这个起入境界有一个最普通的现象，经理看得懂啊？怎么懂呢？哎呀，字字句句无量义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自在。那这为什么？是因为你烦恼去掉一部分了，你的性德脱出一部分，就这么个道理。啊，这是真功夫啊！啊，不是说在讲台上讲经，我要参考多少资料，我要是这个说写多少讲稿，那个没用，那死的。啊，那个不会开智慧的。啊，智慧开了，不但是你这股精通了，刚才我说了，古人讲的一精通，一切精通。啊，那我再告诉你，这个一切经不只是佛经，所有宗教经典都通。啊，不但所有经教经典都通了，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学术也通了。啊，这真正不可思议。啊，没有别的，去烦恼而已呀。啊，你说这桩事情多重要。啊，确确实实就是从说尘世言开头。从这个地方入门啊，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十方诸佛这样子教我们，我们应该在此地这样的学习啊。我们以我们的真诚影响这一个时代。那这个光就是啊。
横的照啊。啊，希望呢，我们所修、所作、所为，能够长时间的影响，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为大家讲经说法，你看他在时间上，所以法运啊，12000年呢，就是他的影响。他的影响能够达到12000年，啊，那么现在是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啊，在空间来讲呢，我们所知道的，啊，我们这个凡夫所感觉的，影响到全世界。啊，而实际的呢，实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在我们想的是，至少它的影响力是达到整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绝不是一个恒河这个银河系，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银河系在佛法里面是一个单位世界，哦，那就不得了不起了。如果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我们知道一个大千世界，这是概述，不是详细说法，大概10万亿个银河系，今天我们科学家还没有法子突破，啊，还没有办法突破10万亿银河系以外的，没法子突破，啊，那么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啊，我以前是以为是这个单位世界是太阳系，啊，这个3000大千世界应该是银河系。他告诉我不对，这个说法错误。啊，他这个我们的日月经上讲得很清楚，日月是围着须弥山当中旋转的，把这个银河系中心啊，我们也叫黄极，那个定做这个须弥山。这个讲法才合法，我们想想是很有道理。啊，那这个范围就扩大了。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10万亿个银河系。啊，它的影响至少是有这么大。啊，又何况现代科学家的发现？啊，这个是最近啊，这个2-3年发现的，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啊，我听到这个科学家的报告，在某些某一种条件之下，空间等于零。啊，空间等于零。就是没有距离，距离没有了。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时间等于零，时间等于零就是先后没有了。这个说法跟佛在经上讲的，特别是华严经讲的很多啊。华严经上讲念界圆融，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那就是没有时间的。啊，阿弥陀佛净土在哪？就在此地。你看看中峰禅师在37念里面开示所说的，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空间没有了。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啊，他怎么知道的呢？我相信他已经弃入了。啊，我有理由相信他。他是禅宗的大德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法师啊。啊，但是他最后是念佛往生净土。
定中啊，在定中，所谓定中，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时间空间这个抽象概念从哪里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就变现出来了。只要你还起心动念，它就有，就有时间有空间这个现象。如果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的，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所以法界叫一真呐，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啊。法身菩萨所证得的啊，这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啊，不同的现象。我们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具足啊，所以生生世世你不能够放下这个业因，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的果报。如果觉悟了，我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还有分别，还有起心动念，不分别，没有执着了啊，执着真的放下了，你在这个世间六道就没有了啊，你剩下的境界呢？你还有四圣法界，啊，就是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啊，你在这个里面轮回，还是搞轮回，啊，因为功夫有进退嘛，啊，进去做菩萨了，退去变成阿罗汉，他有进退呀，啊，那什么原因呢？那是你有起心动念分别，如果分别没有了，四圣法界就没有了啊，你还有起心动念啊，这个时候是这个是叫一真法界现前。起心动念是非常微细的烦恼啊，不严重了，这个时候就趁你做化身菩萨了。华严经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啊，十法界没有了，所以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时间空间没有了啊，就叫一真法界。在那个里面再去断最后的无明，这个无明烦恼就是我们讲的起心动念啊，所以在一真法界里头修行，就是修这个不起心、不起心、不动念啊，因为他的分别执着没有。这种道理我们要懂啊，那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怎么修，你就明白了啊。无论是人、是事啊、是环境。一般人说你要经得起考验的啊，圣经不生欢喜心，决定没有贪念，逆境恶缘决定没有成慧啊，要怎样才能做得到呢？不分别不执着就做到啊，你要分别执着你做不到啊，分别执着，分别执着，那你就有嗔恚，你就有贪念啊，这个里头就招来什么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哎，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这个事情好难呐啊，好像很不容易做到啊。是的，难在什么地方呢？你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才是事实真相。你把虚妄当作真实，亏就吃在这里，迷就迷在这里。你要知道所有相都是虚妄，你还有什么执着？你还有什么分别？啊，自然就没有了。不知道事实真相，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所以《金刚经》是应该要多读读啊，啊，讲得很清楚啊，经文并不长，5000字啊，读一遍的时候，应该是15分钟到20分钟念完了。啊，里头有很多重要的修学要领。啊，我们必须认知的，那就是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是讲的相，存在的时间如露亦如电。啊，这一句话我详细说过啊，讲这个存在的时间呢。我在华严经上用了7-8个小时就讲这一句话了。啊，这有没有东西存在？没有。啊，真的真实没有，不没有东西存在。你了解事实真相，你自然放下了。自自然然你不会分别，不会执着。啊，这个时候才得清凉自在。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这不生烦恼就不生七情五欲，不生贪嗔痴慢。啊，生智慧，不生烦恼。智慧就是明明了了，清清楚楚。啊，那我们一定，这本来就是。这个是十善业，是本来的自性里头本来具足，那哪里要学呢？不需要学啊！啊，妄语两舌本来没有啊！啊，本来没有，现在没有，永远没有。啊，你看你多自在，你多快乐！啊，经常骗人呢，自己良心不安呢。那就是痛苦啊，啊，那就叫业障啊，啊，何况还有报复，啊，你怎么样欺骗人，啊，人家怎么欺骗你，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那这真叫苦不堪言，啊，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学，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肯定。我们这个信德了，能够恢复。下面一段呢，这是与方同在啊，十方呢，东方说得多，其他的省略了，我们把文念一念。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啊，这是说南方、西方、北方，四维上下，四维是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啊，四维，上方、下方，十方都说尽了，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古德注解里头有说，诸佛所证的一真法界。平等法界，
念佛往生的利益，因为十方诸佛刹土都有迷失自信的众生，换一句话说呢，几乎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那么有没有没有六道十法界的呢？有，少数，不是多数。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有纯疑清净世界，我们这个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属于纯疑清净世界，极乐世界里头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这个就是纯疑清净世界，那么虽然说不多啊，这个不多是比较说的，如果不是比较说的话，也不少这个清净世界也不少，里面没有迷惑的，通通都是觉悟的。那么诸佛刹土既然有凡圣同居土啊，所以那个念佛往生的利益了，弥陀不共的妙法，诸佛如来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总是不肯让人，总要自己独占。阿弥陀佛能够建立极乐世界，其他的诸佛如来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吗？一切诸佛都有能力，那个人建一个极乐世界不是很好吗？何必要搞一个呢？这个里头有很深很深教学的意思里头。每一尊佛都建立一个极乐世界，给我们一个什么印象呢？佛还不是有私心？你有我也有，我们这个世间人的毛病就是这样，看到你有我也想有所以佛给我们这个世间呢，功德就大了。阿弥陀佛见呢，好啊，那个没有觉悟的众生，统统送到阿弥陀佛那边去，到那边去开悟去。所以一切诸佛了，推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那办个大学佛教大学所有一切诸佛呢都为阿弥陀佛招生来给他宣传这个学校的好处劝大家到这个学校里去去读书去亲近阿弥陀佛。佛佛道统一切诸佛跟阿弥陀佛同一个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我们要晓得，推崇阿弥陀佛就是推崇自己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几乎处处你都看到，都听到冲突。冲突从哪里来的？彼此不相让。如果大家学诸佛一样，都推崇阿弥陀佛，这世界就安定了，就和平了，就没事了。就是不肯相让。无论哪个人去办，都好啊，何必要去争呢？
用不着去争嘛。所以古大德讲得好啊，诸佛让得了，令归一佛。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深啊，通通都是在教诲我们。彼此相让，绝对没有竞争。诸佛刹土里头，我们看不到有竞争这个现象，也没有听到竞争这个名词。名词尚且没有，哪里会有这事情？古人说：“佛佛道同啊，智慧、德相啊，都是平等、究竟圆满，无有高下了。可是念佛法门呢？”这个是阿弥陀佛独创的，所以他的利益呢，跟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方法不相同。为什么？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譬如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把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放下，你才能够证得四圣法界，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这是释放一切诸佛教的众生。都是理上是如此啊！你要把对一切人事物分别心舍掉，你才能超越十法界。这就是一切诸佛通途法门里面的原理原则。没有一尊佛是违背这个原则的。现在唯独阿弥陀佛奇怪，他这个法门叫做待业往生，你的烦恼习气不必断，也就是说你那个分别执着都可以不断，也能生净土，这个不得了了，所以这是难信之法了，十方世界没有这个说法的，他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真正殊胜还不在此。真正殊胜呢，是你这个没有断烦恼，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土啊，烦恼没有断的人到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啊。见思烦恼断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执着断了，我们丝毫执着没有了，你生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如果你分别也没有了，那你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是一正法界，那就是跟一切诸佛一样的了，不一样的就是前面两个，他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就是我们讲六道，它的四圣法界，跟其他一切诸佛不相同。这个是西方净土殊胜之处，人家要问我们怎么都讲得出来呀？
啊，它跟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在哪里？就不一样在这里。十报土一样，常寂光土一样，那一点差别都没有。啊，那么无比殊胜的功德呢？它的四处是在一起的，当中没有障碍。这个了不起了。你像我们六道有障碍啊，我们人看不到鬼啊，看不到天呢。啊，天人也看不到我们呢，这就说这有障碍，啊，就好像说我们有不同空间维次不能突破，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空间维次突破了，他们有了，所以它四土在一起，啊，你比如讲我们讲这个观音是智文殊普贤他们是。一真法界的菩萨，啊，是十报土的菩萨，是凡圣同居土的人，天天跟他见面，这个很不可思议，啊，这个是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啊，真的是闻所未闻，啊，那么最难得的寿命长远。这个寿命长远呢，是西方世界第一得乐。啊，生到那个地方，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无量寿啊。这还得了吗？啊，无量寿就给我们一个定心丸了。哎，学佛的时间、正果的时间再长不要紧，我有的是寿命。啊，不想在这个世间寿命很短促啊。你学还没有学成功啊，那寿命到了。啊，一投胎是再来到人间来投胎，再继续学吧，至少要耽误20年。你说这个事情麻烦大不大？啊，那么在西方世界就没有这种情形了，所以他的进步很快。啊，又何况老师好，老师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老师。老师是佛啊，等觉菩萨是同学啊。啊，同学伴侣好啊，就是修学环境呢，那是没有能够相比的。啊，十方世界找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么理想的修学环境。啊，所以我们要成就，不到这里，你到哪里去？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在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找到。啊，诸佛看到阿弥陀佛这么一个做法非常佩服，非常欢喜，你做了我们就不必再做了。啊，我们把所有的学生通通介绍给你。西方极乐世界多大了，法界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啊，自信里头没有大小。这个道理要懂，千万不要以为哦，那地方是个星球，恐怕这个无量无边世界人移民到那边容纳不下了。哎，就有人告诉我，他不想到极乐世界去，问他为什么，人太挤了，人口太密了。他说十方世界人都去的时候那一定很拥挤，他不想去。这个是没有念过华严经，念过华严经就晓得，啊，这个报土啊，有这个法性土，啊，法相土跟法性土，法性土里头没有大小，啊，遍法界虚空界一个法性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微尘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我们今天科学里面讲微观世界，啊，量子力学是这个最微细的。啊，佛说，微尘里面有世界，
啊，世界多大呢？跟我们世界一样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微尘里都有世界。啊，谁能够进入呢？普贤菩萨。啊，那个里面的世界也有无量世界，也有无量诸佛，也有无量众生。啊，说不定我们这个道场都投影在里头。啊，微观世界里面看到我们这个道场，看到我们的活动，要真的。微尘世界里面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如是重重无尽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其广无边呢，其深无底呀，其深无底是讲微观世界讲重重无尽。啊，这是个信德，啊，自信说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但是他虽然发现这个很小的这个物质啊，最小的。是从无中生有啊。那么现在讲了，讲能量跟质量，这个物质从哪里来的？是从能量变现出来的啊。同时呢，它很快的，它又变成了能量，刹那生灭啊。这是科学现在新的发现啊，确确实实是无中生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跟《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证实《般若经》上讲的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那个里头还有世界，他就没办法知道了。那科学是永远达不到那个境界。啊，所以这阿弥陀佛是一性的自信的智慧断能啊，现出这个境界啊，这就是所谓是四十八愿度众生的啊。那么在这个经里面，特别为我们显示一切诸佛无量无边功德。都在弥陀一尊佛里面显示出来，要记住，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同一个发心，同一个名号，同一个智慧，立无为也然。啊，十力四无为，十八不空法完全一样，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凡夫有分别执着，在那个里头，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了，我们思维那个境界，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那个境界是真实的。所以世尊为我们介绍啊，做这样的一个说法，他的用意很深很深，深广没有边际啊。那我们要想知道如来真实意，确实不是一桩容易事情。那古人讲的为正方知啊，啊，这个境界本身就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不可以，无法说。
一定呢要切入啊，入到里面，你才恍然大悟，你才真的明白啊。所以他的明显的意思，无非是令十方一切众生啊，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可以选择这个法门，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就真正是四十八愿第十七愿，诸佛赞叹愿的真身。十方诸佛，教化一切众生，实实在在讲，正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啊，这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一切诸佛示现在九法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你要讲他真实目的何在呢？真实目的就是劝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怎样体会得的？啊，我给诸位同学说。早年我学佛听了这个话有疑问啊，这个疑问后来在《华严经》上得到答案啊，《华严》大家都晓得，这大乘教里的经中之王啊，就根本法门啊，《一切经》皆是《华严》卷书，好像一棵大树一样，《一切经》都是枝叶花果，《华严》是根，是根本。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我们在恍然大悟啊！华严代表八万四千法门，华严代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最后是归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所以我才真正懂得善导大师这一句话的意思啊，一点都不假。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给我们说这么多法门？是因为人不相信，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佛，你看看佛法就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啊，这是佛教化众生永恒不变的原理原则，我们要学啊。方是方式，是方法；变呢，最适合的。那最适合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啊，这个人喜欢吃甜的，你给他甜的最合适。那个人喜欢吃辣的，给他辣的最合适了。饮食因地因人而异。这个话说得好啊，就是方便，懂得那个便呐。你喜欢修什么方法，他就教你什么方法。但是无论你喜欢哪个方法修什么，世尊一定会把这个弥陀法门的时候会介绍给你，接受不接受的那是你的事情，他一定介绍到啊。这就是这一部经呢，在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的原因呐。啊，不像其他的经啊，他一生只讲一次，从来没有讲第二遍的。这一部经多次宣讲。
啊，怎么知道多次宣讲呢？从现在留下来的这个翻译的本子内容不一样，啊，就晓得翻译的人用的这个原本绝对不是一个本子，啊，一个本子翻的不同啊，大同小异啊，它这就差别太大了，啊，那最重要、最大的差别、最明显的差别，这个愿。啊，你看有48愿，有36愿，有24愿，这个差别太大了。啊，那个翻译不能说不这个这个这么大的这个事情，我就犯错了，这不应该的。啊，所以有这3样差别，古大德判断，世尊当年在世至少这个经讲过3次，在不同的场合当中讲过3次，所以传到中国来的都是原本。啊，那么翻译的时候才有这种情形发生。啊，多次宣讲太难得太稀有了。啊，那么这个本子在中国有翻译有12种，7种失传。啊，那个失传的本子，如果我们现在可能还有更多的不同。这是所以古德判断说3次以上，啊，世尊重复讲3次以上。这就是苦口婆心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不同嗜好的人都给你介绍了。啊，你要是能相信肯依照这个修学，没有一个不成就。啊，真正是所谓的万修万人取。啊，我们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今天才能碰到。你要不是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摆在你面前遇不到啊。新加坡学佛的同学不少啊，你看到这个地方来听经的有缘人有几个？啊，那些人说善根福德因缘不足啊。啊，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所以我们具足因缘要珍惜，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